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嚟收睇我嘅频道，我云中龙啊，我哋今日翻嚟呢只日八嘅龙珠。咁啊，今次就冇出到天下武道大会第十二届嘅片啦，因为就忙啦，咁啊忙屋企嘅嘢啦，咁啊个仔嗰度又有啲嘢要整啦，咁啊要做一啲家务啦，咁啊变咗咧就完全地就冇时间玩。咁咧成績嗰方面咧就應該唔係咁好噶啦，今次因為真係冇擺到啲時間落去。咁唔緊要嘅，我都打咗少少嘅抽獎券翻嚟，咁啊都可以同大家去抽抽卡。好啦 ，before 抽卡，我哋又睇睇呢度啦。咁啊有一個新嘅 event， 咁就呢個咧就佢出翻一啲咧就專門將啲豬咧變成彩虹肉嘅一啲系列。咁我哋睇翻先。嗱，咁呢只悟空啦。咁啊，將彩虹轉做技肉啦、神空啦，呢張係超正嘅一張卡啦，神比達啦，亦都係最正嘅一張卡啦。哇！呢張又係將力變成技，哇！呢張犀利，呢張都全部都係呢張速速轉成之。嗱，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助攻嘅卡嚟啊，好勁抽啊！張張嗱，呢張我有啦，呢張都有啦，呢張都有啦，呢張都有嘅。咁頭嗰啲咧就真係好勁啦。咁但係咧，我同埋呢個大護神入去咧，當你進行呢個十年抽嘅話咧，咁咧就會有一張老界皇神星記嘅俾你啦。咁就大家可以試試抽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咧，我最想咧就抽呢一個，咁就係呢只星星系列。咁咧，我今次會抽呢一個嘅。咁因為咧，全部都係一啲新卡，同埋我好中意星星。咁啊，我有一隻納巴啦。咁啊，嗰只納巴咧就應該係最渣嗰張嚟噶啦。咁啊～最渣嗰張都咁勁抽啊！咁如果抽中呢啲啊，就真係犀利到無倫啦！好，我哋先睇下有啲咩星星嘅隊友出嚟啦。好啦，翻嚟啦。好啦，咁啊，繼續。嗱，咁咧就先睇一睇啦。好，巴達克會變星星。咁啊，呢兩件就全屬性嘅攻擊力同 HP 加 20%。被動技能咧就係當 HP 喺 30% 以上嘅時候咧，就會有 70% 嘅攻擊力提升。咁最正就變星星啊！呢張幾勁啊！呢張應該唔錯，呢張攻擊力嘅卡牌。好，呢張佢個呢張咪叫龍馬咩咩咩馬嘅，我記得漫畫成日唔記得乜嘢啦。咁就呢兩件就速力 HP 同攻擊力加 30%， 被動技能就係 HP 一旦喺80% 以下就全隊加氣力3。一張助攻嘅卡同埋變星星，即係呢張就進攻，呢張就助攻。OK， 都幾型啊！哇，佢後邊咧嗰個變咗星星咧，後邊有個法髻喺嗰度嘅喎，幾靚喎！呢張星星都幾靚喎。好，女星星咁啊 ，leader 其實 HP 係50% 以上加3嘅氣力，被動技能就係支屬性嘅肉變成力肉。哇！呢張助攻勁啊！呢張正喎，呢張我覺得最正係呢張，一張助攻卡同埋可以變星星。但如果型嘅話就呢張型。好，第四張，好光頭佬地中海，咁啊體屬性就 HP 同狂熱力加 60%， 被動技能就係攞一粒氣肉就加 70% 嘅攻擊力。呢張助攻卡，咁啊瞬間提升攻擊力，咁就呢張冇咁型，不過都 OK 嘅呢張都。哇，每張屬性都有一隻星星喎 ，OK， 好睇埋。好，肥佬就係支屬性啦。就 HP 同防御力加 60%， 被動技能就係全隊嘅防御力加55000攻擊力，5000防御加喎，呢張防守卡嚟喎全隊。哇！呢度未呢張好，呢張我都做得正喎，呢張肥佬。好，跟住孫悟空嘅星星啦，之前出過啦，比達啦，呢張都正啦。拿迪斯啦，呢張我之前好想抽到啦。OK， 出咗呢張，咁啊轉屬性嘅肉巴達克 ，OK 得，嗱呢啲都有噶啦。嗱，我最想就要得，當然係呢啲星星啦，係咪先？咁呢啲星星張張都冇嘅，咁我一定要試一試抽噶啦，我要攞多張星星翻嚟先得。好啦 ，before 抽嗰度咧，我都會因為打咗天下武道大會啦，咁我有少少嘅抽獎券，咁啊會抽到四王，咁我今次都會抽埋嘅。好 ，before 抽啦，咁我哋先嚟一洗黑氣先，先抽曬啲友情抽先。哎，點解練到噶？點解？好啦，翻嚟啦。咁啊，頭先個 level 唔知有乜鬼駁咗咧，但係又上唔到網。好，我哋繼續，唔好一打我哋亞慶啊！
好，你先嚟先抽呢啲友情，抽一洗我嘅客氣。嗱，咁喺國際版嗰度咧，啱啱都進行咗抽卡啦，咁就抽唔到一啲新嘅卡，反而抽到只吳天，就助攻人嘅。咁希望喺呢度咧就會抽到一啲新卡啦。因為 OK， 因為國際版嚟講咧，我就未啲卡其實始終都唔多，啱啱開始咗個卡冇耐，所以咧其實咧一啲舊卡對我嚟講都 OK 嘅。仲照勢喂，呢張沙塔像啦，唔知問。沙塔像。咦？抽到呢張喎，醒覺咗俾你嘅笛子魔童喎，不過冇乜用啊，其實。點都唔會派呢張出嚟啦，我有一張神魔混合體嘅魔童，我不用嗰張。好。好啦，咁啊，四抽友情抽先洗曬啲黑氣，友情抽洗完咧就可以進行我哋嘅抽卡啦。嗱，咁我會先抽咧，唔會抽主菜，抽啲甜，抽啲前菜先，抽呢、這個。嗱，咁呢度咧，我最想抽到咧，當然都係藍將軍啦，係咪先？藍將軍真係好想要啊，抽嚟抽去抽唔到，真係難抽啊，藍將軍。同埋呢度咧，有食少年抽咧，大部分嘅我都抽到曬噶啦，除咗最難抽個結。嗱，呢張光頭我已經抽無數咁多張。嚟，俾一張冇嘅我啦，好冇？冇重複，冇重複，好冇？俾張冇嘅我。連穿梭於你咯。林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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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啲天龙十字拳，仆街，黐线嘅呢张南无阿弥，嗱佢呢招叫做南无阿弥陀佛啊，喺漫画页吓，一嘢剁落人条颈度噶，我都唔得闲攞嗰张出嚟玩。我想呢次又是吃白果，唉，頂，真係難抽啊！少年抽，嘟，又係你光頭佬，最後日落，錯錯，哇，好服啊！唔緊要，我嘅主菜唔係呢個啊嘛，可能呢度服咧，呢度服完嗰度就唔服。誒，嗱吸血鬼，嗱呢張我冇啊，呢張喺國際版有，但係喺日版咧我係未抽到啊。呢張就係呢張可以封記啊，呢張其實我要一張力屬性嘅封記卡。咁咧其實嗰張咧我需要嘅。好啦，咁咧跟住咧就到我哋嘅主菜啦。誒，做咩啊？無端端要下座嘅？咩事？又更新，更咩新啊？哇！咁我嚇人先得啦，哦，可能跟住就唔咩係嘛，冇咁服係嘛？好，我哋即刻嚟試下嗱，咁我可以抽到九鑊都可以，咁咧九鑊，希望九鑊裏邊咧抽多一張星星咁就好啦。抽多一張星星就得啦，唔貪心，多一張星星啊！冇俾曱甴我啊！嗨，十八號，第二抽，唔會放棄嘅，我哋一定要抽，抽狂抽，第二抽，哎呀，撒旦嗰度跌。嚟啦嚟啦嚟啦！係中啊！係呢張啊！係呢張啊！星星，新卡，新卡，新卡，係你啦！我冇開啊！而家我唔開住，係咪？係咪？係嚇！頂你個肺啊！呢張有啦，頂俾啲假希望人哋，
有啦，巴达克速速胜，再嚟，唔紧要嘅，咦，又喺嗰度跌，有机有机有机，有机喎，一、二、三，超西星星星星星星，诶，冇。但是 我想要你的星星版本、哦、你给个星星版本我好不好？再来，可能来的了，来的了，抽晒后面那些油那些，哦哦，这里没有了，拜拜悟空，崩，没有，又是十七号，為什麼那麼多人造人啊？我不要人造人啊！再來繼續抽路抽啊！現在我一粒都沒有，欸，確認了他、啊、是這張啊，是這張啊，是這張啊，我想到我知道是你的了，中中中啊！哇有啦，這個傻佬，傻佬一個，唉，開始有點心灰意冷了，怎麼辦？再中星星星星，聽唔聽到？聽唔聽到話 B 嗰下，我要 B 嗰下，唔該 B 嗰下 B 冇喇叭，誒呢張我冇喎，喇叭口臭大炮，誒 OK 啦，喇叭口臭大炮冇都 OK 啦，再來最後三抽，咦？係呢張啦啩？我想起這張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沒有，不要緊， B B 一下就行了， B B 哦，欸，布歐啊，這張我都沒有啊，欸，都好啊，抽到一張布歐，好好啊， OK 啊，但都不是我最想要的，你最後兩抽寶物終須尋歸底，我這個道理我知道的，我知道的，肯定是這兩張是其中一張，但我要求一張星星而已，不過分啦，你給張我沒有的星星都可以的，最渣那張，最渣那張星星就可以了，最渣那張，最渣那張星星給張我吧，中中 D 又不 D， 有啦，給次吧，回家啦，最後一抽了，沒有了，最後一抽了，最後一抽，沒玩體了，聽聲，一、二，沒有了，沒有，沒差，我現在聽個聲，一 B 不 B， B 一下， B， 啊不 B，是什麼來的？嗨，學仙人，雖然沒有，但是呢，你這張東西真的很不行，唉，中伏啦，一張都沒有，頂，黐線人都，真的難抽啊，這些卡真的，入手，那這樣呢，這張立巴沒有啦，會珍藏啦，這張布鞍沒有啦，那就會回復的，那就可以珍藏啦，淘筆筆啊！呢張學師人冇啦，會珍藏啦。呢張會珍藏啦，最正係呢張反而吸血鬼攞嚟防守，其他都係一啲攞嚟焚化嘅卡。唉，真係難搞，而家啲卡真係抽得，抽得好辛苦啊！咁啊，同星星無緣啦，唔緊要，咁啊，下次我會再試試嘅。好啦，咁咧就日版嘅龍珠咧嚟緊咧就過，而家去完天下武道大會。就會啊，佢有啲慶祝活動嘅，就話龍珠30周年啊，
咁啊，新熟咗年咧，又會送一大堆嘅石俾大家啦。咁啊，嚟緊咧，我哋又有石啦。咁同一時間咧，嚟而家咧就啱啱完咗舞蹈大會，下一次咧就應該打呢個噶啦。呢、這個印章係16號，咁下次咧我哋就會打呢只16號，睇下佢強化到咩程度。好啦，今日條片就到尾聲啦。咁啊，中意條片記得俾個 like 我，記得最緊要就係要訂我。咁下次翻嚟咧，我哋呢只日版嘅龍珠就會挑戰印章人16號，睇下佢強化到去咩程度。好啦，記住密切留意我頻道啦。咁啊，多謝曬大家今日嘅收睇，再見啦，拜拜。